来跟全世界的天主的教徒，也全世界的人一起来庆祝耶稣的诞生这个大节日。我们已经跟同斗南，我们哥林多教友一起来把耶稣圣音来送到这个地方在这里我们也跟在这里的教友在这里的所有的教友，我们一起来迎接耶稣的诞生。耶稣的诞生就是为了给人平安，为了给人幸福，我们怀着希望，我们怀着依靠的心，我们也祈求今天降生的主耶稣也降生到这个地方，降生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使我们每个人充满天主的恩宠，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事业都得到主耶稣的降福。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来就是为了降福我们，所以祈求主耶稣看到我们每个人很热心的、很热闹的、很高兴的迎接这个大节日，祈求主耶稣真正的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帮助我们。我们相信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是天主做不到的我们的生命是在基督的手中，祈求主耶稣特别赞福我们。我们一起来再次，我们一起来彼此的心祝圣诞快乐啊！一二三，圣诞快乐。Thank you.